讯体育10月13日讯，据美媒体报道，太阳队2018-19赛季的常规赛揭幕战将于10月18日开打，他们的对手是独行侠队。太阳队主力得分后卫德文布克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自己手指上所缠的绷带影响手感，但会争取在揭幕战中登场比赛。正视频直播 NBA 季前赛，火箭 VS 灰熊，卡佩拉戈登复出再斗群雄，布克今夏接受了手指手术，今年9月份布克接受了右手第五张指关节手术，不过那并非什么大伤病，此前医生预计他六周之后就可以复出，赶上太阳的新赛季比赛。养伤期间布克仍然坚持训练，此前布克曾在个人推特上晒出一张图片，图片中布克右手缠着绷带，他只能用左手运球训练。布克的面前站着的是今年的壮艾顿，布克配文写道，是好一个掩护，我会看到你的。布克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手指上绑着那些绷带真的让他很难受，我不喜欢这种手上被绑住的感觉，因为这会改变我很多投篮的手法，大家也可以说这是我的借口吧。布克说道，我会争取在常规赛揭幕战中上场比赛，如果到时候我投丢一些球，那还得请大家原谅，我必须得调整适应，我不想让情况继续糟糕下去。布克是当今联盟年轻一代中最出色的得分手之一，现年21岁的他上赛季场均贡献 24.9 分 ,4.5 个篮板和 4.7 次助攻，投篮命中率为 43.2%。三分球命中率为 38.3%， 罚球命中率为 87.8%。 太阳队今年夏天刚刚用一份5年1亿5800万美元的大合同与布克续约，太阳今夏引进了安德森、阿米扎等级战力球员，太阳的舰队思路明确，他们之前有些内外不平衡，今年选秀大会上太阳用账签挑走艾顿，艾顿是一名拥有不错潜力的内线球员。此外他们还拥有约什杰克逊、本德尔等优质年轻球员，魏恒、